就是我们在吴伯村庄里面的 Burberry House。看来卧室的这么大啊，有这么大哦。已经弄乱了。清晨的山岚，这是大清早的健行活动。小心后头。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骑的骑骡队，骑一次骡子。想想，既然骡子这么好，就用来征服蓝星吧。这里说个小秘密，虽然骡子很稳，可以上山下海，但骡背上晃久了，屁股会破皮。看来青绿蓝星还得换别的工具了。可惜喽！来，插队一下。
不会听英文，只是我的骡子它正在爬山路。接近摩洛哥最高峰 Jebel Topco， 因此成了登山爱好者或冬季滑雪者入山的门户。于是这个淳朴的山间小镇开始有了观光发展。对于来自都市的我们来说，这里温暖的人情、绝美的山色不是前所未见的体验。See her, how she sparkles. It's the last